呢度唔系 fan 级，唔系战场，只系我哋都中意睇 TVB 啫。好讨厌 TVB， 冇问题噶。呢度唔适合你咯，唔好浪费时间啦。温馨提示：留言注意事项，严禁爆粗、人身攻击、政治上身、搵交嗌嘅咧，麻烦请移玉步去第二个平台啊。若果你对呢个平台有好多疑问咧，另外网站啊，为你精选咗几集节目，可能帮到你噶。TVB 招牌音乐节目《劲歌金曲》曾经是代表香港乐坛其中一张重要的成绩表来的，可惜随着广东歌的水准一直下降，到 TVB 和五大唱片反台，形势出现了剧变，现在可能是最不似样的音乐颁奖礼了。上年 TVB 尝试同香港电台合办香港金曲颁奖典礼，成绩咧强差人意啊！咁今年香港电台咧以95周年为由啊，复办十大中文金曲 ，TVB 嘅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咧一直就未闻楼梯响啊！咁原来咧有关方面正筹备啊另一个全新嘅颁奖礼——大湾区音乐颁奖礼。咁啊，难怪啦！每个礼拜嘅劲歌金曲咧，由星期六日每日15分钟咧，就变成咗只得一晚啦。官方嘅 YouTube channel 咧，足本都只系10分钟啫。咁对于飞天爷爷呢一批由80年代开始睇劲歌嘅人咧，实在咧系好无奈嘅。TVB 前朝私心太重了，咁啊依家咧系修补期啊，可惜音乐不是 TVB 能够全面掌控的范畴啊，同五大唱片反面拍台，再加社会环境咧，好多歌星咧都不会再亮相 TVB 噶啦，就算 TVB 想重整咧都难上加难啊，音乐市场已经大不如前啦，即系唔系咧你想捧咧就能够捧出成绩噶啦。冇歌星冇歌，每个礼拜嘅劲歌金曲咧，其实就好似咧冇食材嘅餐厅啊，点样煮咧都煮唔出啊吸引客人嘅美食啊，咁所以连基本正常营业时间咧都难以维持啦，比疫情期间咧饮食业啊系更加大镬噶。连不会亮相的歌星新歌都打入劲歌金榜了，今日呢已经好人难做的了，那么难怪呢将每个礼拜劲歌以吊盐水方式这样续命，那么以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有柴烧的信念呢继续等下去啦。TVB 一定会办颁奖礼的，颁奖礼等同促销节日，什么单身狗啊、黄金周啊、情人节之类啦，方便吸纳广告客户啊，大时大节嘛，要推销当然要有诱因的啦，无论颁奖礼有没有代表性呢，都比呢没事发生的日子呢是吸引的。所以飞天爷爷觉得咧，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咧系唔能够唔办嘅，更加咧系唔应该两年一届啊，更唔应该咧间断咁样插入大湾区音乐颁奖礼啊，不伦不类啊！大湾区音乐颁奖礼其实咧，即系好似几十年前啦，政府收楼啦，就按人头计咧分派新屋，咁啊单位咧明明只系得陈生陈太两公婆住嘅啫，哇！突然之间咧加咗几个咧，从来都唔喺上址住嘅人啊，喂，呢啲系乜嘢啊？骗案咯！飞天爷爷想到咧两个方案，第一个咧香港歌手不肯嚟啊嘛，咁以大湾区咧甚至系东南亚歌手填补空缺啦，就咁样咧就算啦，唔好改名，保留劲歌金曲颁奖典礼，就当改革咯，得唔得？咁啊当年啊十首金曲变12首啊，点解当年唔改名啊？因为冇必要嘛。嗱，就趁今次啦，将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做大去啦，上得台嘅咧，除咗代表喺香港有市场啊，同时咧喺大湾区或者东南亚咧都有市场嘅，即系唔系开心速递啊大龙生咧，情愿留喺香港都唔敢冲出去啊，坚持做落去，做好佢，咁啊到时咧先至有吸引力啦，吸引香港歌手咧再一次踏足 TVB 嘅舞台啦。
但系冒冒然咁样做咧，实在系太偏安啦。不如咧铺排得好一啲啦，趁颁奖典礼前咧重整每个礼拜嘅劲歌金曲啊，加入大湾区或者东南亚嘅歌手啦。咁到颁奖典礼嘅时候咧，先至顺理成章噶。否则明明成年都冇见过佢哋嘅，年尾突然之间弹出嚟分奖，喂，彻头彻尾陈山陈太不明来历嘅住客一样啦。咁但系点样做咧？本来想即系讲一下嘅，咁不过即系留翻日后有机会先再讲啦。不过好老实咁讲，飞天爷爷咧系唔希望渗入大湾区或者东南亚歌手，破坏咗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嘅本地性啊！硬生生要搞个大湾区音乐颁奖礼嘅咧，就去搞啦。但系咧唔好影响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啦，唔好将劲歌颁奖礼咧变成两年一届啊！所以飞天爷爷咧谂到第二个方案。既然平日劲歌金榜大方到咧，有唔愿意上 TVB 嘅歌星作品，方丈要大方啊嘛！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照颁俾佢哋啦，唔嚟就算啦，唔派人嚟领奖咧都算啦，反正 TVB 咧做乜咧都俾人追击噶啦，取笑噶啦，咁啊可以系啊方丈大方，你小气咯，咁啊当赚咗话题啦，咁但系颁奖礼嘅形式咧就要改头换面啦，参考某一啲国际嘅颁奖礼啦，奖嘅咧系唔需要献唱嘅，当晚请其他歌星啊乐手表演。嗰啲会嚟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领奖嘅歌星咧，照翻传统啦，领奖之后表演啦，咁啊唔嚟嗰啲咧，照样宣布，咁啊大不了咧，日后啊请速递咧送过去就算啦。咁但系现场咧系要有歌迷啊，越多越好啊，从来呢啲场合咧，歌迷越多咧就越着数嘅，唔嚟领奖嘅咧，到时最好咧俾台下其他歌迷咧喝倒彩啊，嘘爆佢啦，咩面都冇晒啦，助兴嘅表演嘉宾咧，来头越大越好啊！咁样颁奖礼咧更加有话题啊，更加吸引啦。假如真系好想拉拢大湾区嘅歌手咧，请佢哋嚟表演都可以噶。咁啊，颁一两个奖俾佢哋啦，都无妨啊。咁但系整体咧系仍然啊系要以香港本地歌星为主噶。大湾区音乐颁奖礼好坦白咁样话咗俾大家知咧，系冇歌星肯嚟 TVB 啊。TVB 要从长计议嘅咧，系点样吸引佢哋翻嚟之余咧，同埋点样培育新一批嘅歌星啊？嗱，虽然话咧 TVB 系电视台，唔系唱片公司啦，咁但系呢件事证明咗咧，唔系唱片公司嘅 TVB 咧，系比任何一间公司咧更加需要有自己歌星啊。大湾区音乐颁奖典礼 ，TVB 咧都不自觉地咧，原来敲响咗个警钟噶啦。喂喂喂喂，又讲 TVB， 有冇其他嘢讲噶？有，嚟我另一个 channel 啊，是这样的飞天爷爷，连结就喺今集节目结尾嘅画面左下角就见到噶啦，记得订阅、哦。Hello， 我是飞天爷爷，一个写小说、写专栏的作者，喜欢画画、听歌、看电视、看戏、煲剧，极度需要存在感和金钱的车光族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，不妨订阅我 channel， 然后按下这个铃铛，下一次更新的话就会通知你的了。最好帮我 share 出来介绍给你的朋友。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